以为这个是一片绿地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，这个是全部满满的布袋莲。从民众拍摄的影片一眼望去，还真以为是绿地，不，这也像草原。望向远方，看不见尽头，就夹在两边都是工业区的中间。难道是高雄多了绿色土地，居然全是布袋莲铺成的？铺满了整个河道。太夸张了，民众拍下太惊讶，布袋莲大爆发，塞满河道，网友笑说恭喜高雄市民多了绿地，这是合浦新生地，还可以过滤工厂污水，因为这样偷牌你也看不到。政府的问题应该准高都爱较接清的，如果下大雨的话，这边长这么多，那雨季下来也是造成很多垃圾，水都不会很顺畅。降雨比较少的时候，阳光比较充足，布袋莲的增生速度会比较快一点，会在汛期前，就是在4月30号之前会把这些清除掉。居民埋怨没有定期清理，非雨季就长满，要是下雨才来清，要反应才有动作，有时候还是居民自己清，未免也太不积极。记者王奕玉、林智慧高雄报道。我是哈远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，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。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周末假日，阿里山奋起湖涌进大批人潮，到老街吃点心、用餐时间吃热炒或铁路便当，但店家却很烦恼，因为全台水情吃紧，就连水源区的奋起湖都快 hold 不住。民宿业者外头贴公告，因为缺水已经暂停营业长达一个月，国外旅游团都取消，不断道歉，损失惨重。我们今天有营业是因为对面的大姐昨天晚上有给我一些水。货车后面放多个大水桶，用水管连接到水塔，热炒店用水量也不少，只好自己开车到山下载水，一天要三趟，自力救济。然后没吃几年了，这已经第二次了，晚上还会再一次。一整排店家通通没水用，礼品店同样超级紧，每一滴水都得发挥最大效益，干脆1到5公休，只营业周末六日。以前到现在完全没有跟今年这样的情形发生。台商有记忆以来奋起湖第一次缺水停业，也为了抢简易自来水彼此闹得不开心。其他社区也一直在抢那边的水，那造成水资源分配不均。奋起湖各部落抢井一自来水差点打起来，解决根本问题方法就是希望县府跟自来水公司协调，家家户户都能有真正的自来水，解决长期纷争。记者侯冠王、书红嘉义报道。我是李一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，将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苦楝花大爆开，白紫色花瓣随风摆动，民众盛装在树下摆拍。这第一次来这边还不错啊，然后就很香，很漂亮。它有点，我觉得有点类似台版的樱花，就是当它那个花掉下来的时候，其实它会有点那种樱花的感觉。对，其实它这整排都蛮漂亮。彰化市大肚溪棒垒球场旁，上百棵苦楝树花开已经8到9成，盛开的景象犹如白雪。除了有淡雅的花香，民众还发现其中一棵苦楝树外形超奇特，高20公尺，像只打开的伞，更像是棵巨大花椰菜，跟花椰菜一样爆开。本土的树哈，到处都是了，但是要有特色，有地景可以拍。春暖花开，苦楝树花期到4月份，吸引许多民众拍照赏花，远看近看都像幅风景画，美不胜收。记者徐文、王善 SNG 小组彰化采访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，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再见三振。预赛杯高雄冠军赛，浦门中学投手再见三振，兴奋到3度振臂欢呼。输球的3名高中总教练突然冲进球场，爆粗口狂骂。浦门中学总教练也冲进球场阻挡，但3名高中总教练还是很了功，继续飙骂。
会。三名高中另一名教练冲进球场动手推投手，冲突越演越烈。大家一团而气啦哈。因为三名高中的教练是认为投手是在态度上，冲突过程全部直播出去，球赛主播笑得超尴尬。好，他火气好啦。这起冲突发生在17号玉山杯高雄冠军赛，埔门中学击败三名高中，总教练冲上球场叫骂小选手，网上留言几乎一面倒，质疑三名高中是不是输不起，是流氓棒球吗？欺负小朋友。三名高中校长出面90度鞠躬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会带教练一起去拜访，然后致歉。你如果对着里面的话，变成是一个尊师重道的问题。那你觉得有挑衅的感觉？哎，对对对对。三名高中解释，埔门中学投手多次对休息室挑衅，讲都讲不听，总教练才会失控俩攻。只是球场上讲求运动家精神，总教练冲上球场做了最坏示范。记者王义玉、王书红，高雄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，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